明华园戏剧团艺术巡回活动来到关西高中，上演济公之血胡琴。县政府特别准备光彩夺目的灿烂烟火，大型烟火花和红绿色烟火相继窜出，场面热闹，人潮汹涌，吸引超过20,000人涌入。非常满意，这是我们关西人的福气。以前都以为说那个真的没有这么好看了，其实第一看真的，孙翠凤真的很漂亮。我从桃园过来的。我从报纸看到这个讯息，所以特别带狗狗来一起来观赏这个精彩的节目。民众热烈捧场，都是为了一睹明华园风采。跳脱传统歌仔戏印象，明华园用创新精致演出，成功抓住观众的目光。当家小生孙翠凤身穿银白色雪狐狸戏服，阴错阳差上比武擂台招亲，就此与葛家千金陷入爱河。县政府贴心在舞台前安排敬老座，就连98岁的老人家也能近距离欣赏到明华园的精彩表演。好看哦，博爱区这样的话非常的好，他可以看近，他可以这样子。很舒服，而且又靠背。开场五路财神带领邱县长、关西镇镇长吴发仁和议员等人献上新竹县农特产品，预祝活动顺利演出。每在新竹县，福体丰年纪。各集民代表都极力的，一定要把艺术优质的艺术下到我们乡下。我今年57岁。还是第一次看到有那么多的人潮，关西也是第一次办那么大的一个活动。明华园新竹县巡回公演从湖口、关西到竹东，民众热情参与，场场爆满。年底也将在县立体育场演出最新剧作《火凤凰》，邀请民众踊跃前往欣赏。